猫饭，主食猫饭。今天我买了7箱猫饭给它猫吃的，这是一箱，一箱有3盒。丁丁，来来来，闪闪，酸菜，宝宝，吃点儿。不吃吗？宝宝去吃点儿。丁丁，路易，路易，路易对这种荤性大的就不感冒。丁丁，这个你就能吃啊？刚才大盘子那是一样的。放那酸菜呢？酸菜能吃点不？看那样也不一定能吃多少。你还怕这个味儿冲鼻子啊？你还跑上来了？咦，呦呦呦呦呦！顶顶吃呢，酸菜吃，宝宝闪闪没吃，路易他对这种他就更不吃了。闪闪，闪闪，你不吃那怎么？小样这几天乱七八糟罐头吃多了是吧？你看顶顶和酸菜都在吃呢，你咋？你不过去吃点啊？又不是没有位置，闪闪，去吃点吧，跟女儿吃点儿，女儿面子也不给，以后女儿不给你养老了啊。酸菜还行，还吃呢。闪闪看到老公了，灿灿、路易都是闪闪和偶像生的。你看，你瞅闪闪看着老公，看着老公不行了，人老公都绝育了。这屋除了酸菜和路易都是原住猫，路易也是从我们家出去的，现在又出口转内销又回来了，在我家寄养。这些猫，我们家这猫都是亲套亲的，都是哥哥妹妹。橘宝还又吃去了，快吃吧，吃完拿那屋给姑妈我们吃。灿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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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过来。哎呀，橘宝，你刚才吃的是一样的，这俩小家伙，这么大位置，不在这儿吃。灿灿在吃呢，灿灿，橘宝，橘宝和酸菜搭伙吃。两只橘猫，这